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Web 三撸毛空投社。今天带来一期超硬核的教程，Kuru 空投全流程教学。Kuru 是 Monad 链上的去中心化交易所。七月七号，官宣拿到1160万美元 A 轮融资，领投的是大名鼎鼎的 Paradigm，社区都说它是2025年的潜力黑马。这期视频，我会手把手带你玩转测试网，抢占空头先机。这是我们新空头系列的重头戏，别眨眼，咱们马上开干。先扒扒 Kuru 的底子，信息来自 Root Data。Kuru 是 Monad 生态的链上订单部 DEX，啥意思？简单说，就是一个能查找和交易现货资产的平台。用的是限价单模式，交易快又透明。Monad 是高性能 Layer 1区块链，每秒1万笔交易，gas 费超低，可能干翻以太坊。Kuru 总共融了1360万美元、1160万 A 轮加200万种子轮，背后有 Paradigm 这样的顶级 VC 站台。七月七号融资消息一出，热度蹭蹭上涨。项目2024年刚起步，团队细节官方没咋提，但 Mona 的生态社区很火爆。X 上不少人猜 Kuru 可能是 Mona 的龙头 DEX，空头概率不小。不过这只是社区看法，没官宣，大家参与时悠着点，别 all in。Kuru 为啥让人眼馋？融资牛。1360万美元，Paradigm 领投，背景硬得很，生态强，Mona 的可能是以太坊的劲敌，Kuru 作为核心 DEX，未来可期，社区火，X 上 Kuru 狂推，不少人猜 Kuru 加 Mona 的能双倍空投，不过空投只是可能性，别太拼，钱包安全第一。接下来，咱们看看咋上手 Kuru 测试网，抢这波机会。好了，重头戏来了，下面是 Kuru 测试网的参与步骤，新手老手都能跟上。Kuru 跑在 Mona 的链上，交互得用 Mona 的测试代币当 gas 费，先要去水龙头领币。Mona 的测试币不好搞。我找了两个水龙头，大家多试试。平时勤领点，用时不抓瞎。水龙头一，要求以太坊主网得有0.001 ETH，粘贴钱包地址，过人机验证，点 send me MON，每次领0.1 MON，72小时领一次。官方水龙头，钱包要有0.03 ETH，且在以太坊主网做过3笔交易，粘贴地址领币，每6小时一次。如果你钱包的 MO 代币超过5个，也领取不了。我这个钱包就是，要求比较高。领到币后，打开 Kuru 测试网，右上角连钱包。切换到 Mona 的网络，接下来是具体操作。一、选角色，点钱包旁边的绿色蛋，会出现4个不同颜色的蛋来供你选择。你可以随机选择其中任意一个角色。选择后，打开宝箱里边的卡片。会得到一些道具，有普通的和稀有的。这里用道具装扮怪兽，然后点下载保存图片，后头要用到这张图片进行上传。二、连社交，左侧连 Twitter 和 Discord，
点授权应用，一键搞定，连接成功。三、转测试币。右上角点钱包，上面是登录的小狐狸钱包，下面有个 Crew 钱包，是自动给的。接下来选择定金，需要把小狐狸钱包中的 MON 测试代币转一部分到 Crew 钱包中。我这里转一个 MON。确认交易，很快到账。四，玩交易，点市场，选个交易对儿，比如 MON 和 USDC， 卖0.1 MON 换 USDC。再用 USDC 买回 MON， 来回搞几次就行。五、创代币，点 Launch， 随便输个代币名。上传任意一张图片，点确认。启动成本 0.5 MON， 属于流动性，加 0.25 MON 是 gas。 6， 添加流动性，点流动性，选交易对儿，比如 KRU 和 MON。因为我没有 KRU， 所以先交换一部分，用 0.05 个 MON 换 KRU， 点 swap， 输入一部分 KRU 测试币。右侧是对应的 MON 测试币，点击下一步，添加失败。我又添加了几次都失败了，换了个时间来，这里先选择 Full， 然后再执行，添加成功，点职位。可以查看我们已经添加的交易对儿。如果想撤出，选择提取，超简单。我这里不小心连续点击了三下，可能是鼠标快没电的缘故。因为是测试网，很多模块都有问题，总是执行不通过。就换个时间来，gas 费挺贵的，领取也不容易。我这里就浪费了差不多一个 MON 了。大家也要注意，这个项目目前是没积分考核的，建议每周玩一次，做周活就够了，不用天天刷。七、DC 任务，记得去 DC 里进行验证，在主界面里点击右下角的 DC 图标进入。在这个频道上传刚才下载的角色图片。我这会儿上传功能关闭了，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。就是这里点击加号，再点上传文件，选择图片即可上传。在这个频道里边有很多角色，有兴趣的可以去多拿一些角色，空投的时候能有回报。但这些角色要拿到将很浪费时间。另外，有问题可以去这个频道里咨询管理人员，
目前还是说英文，看看以后会否开放中文咨询。今天的 Crew 教程就到这儿，从背景到实操，希望大家上手顺利，空投撸到爽。你还知道啥新空投？评论区聊聊，比如哪个水龙头最好用，我尽量回。点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下期接着录项目。感谢观看，下期见。